我们的神重新醒来了吗？白兽夜行只是一场足以吞噬整个帝国的灾难。上京区贺家和鸭家留守，下京区由我们秋露家守护。 太容易揭穿的谎言，总有特殊目的。哼，真相就在下京区，所以我们这次的协助人是谁？熊人，一个刺头罢了。喂喂，在下可是怪侠。呀哈！ 时间有限，别挡道。在下，一波下金翅怪侠，暗影金鱼，是也。在下已经热身完毕了，再见了。又解决一个麻烦，不愧是在下。阿鱼，走了，来啦。 好了好了，就交给在下吧。就是现在。